一连串的石阶走上，然后会比较喘，所以就慢慢走。我们今天目标是2K 的骑卡，西海山庄是硬高度，然后明天直攻雪山主峰。OK， 我们就继续走。上面就是西卡山庄，我们今晚的住宿地点。然后这边有个很大的平台，就是上面看一下，我们就继续往上走西卡。Go go！40度，我刚从西卡山庄离开，我要去雪山主峰。Thank you.
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终于完成我们的雪山东峰回来了，今天走了10公里，脚要断了。